慢点烫啊！放心吧，叔。你说这娃到底去哪儿了，还不回来？妈，要不然我们先吃吧，啊？哎呀，等等他，叫你叔先吃，你饿了你先吃。没事没事，嫂子，等一等，慢点啊，烫。慢点慢点，估计一会儿他饿了就回来了。 哎呀，妈，我估计他是不是跟他那些狐朋狗友打架去了？你说他临走了，还不得吓唬吓唬他那帮朋友啊？我就担心这个。你说要走了，别在村里再出个啥事儿。哎呀，他能出啥事儿啊？你见家荣啥时候吃过亏啊？嫂子呀，别操那些心了。我跟你说，就咱哎那回见完那个吴警以后，我觉得家荣变了不少。 现在呀，别操心了，什么也就是跟他那些小伙伴呀，吃个饭呀，告个别。妈，说得清，你是不是舍不得家荣走啊？那你说那啥话呢？那家荣在淘气，那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肉，打小顶在头上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这现在一下子去当兵。 那还不都是你惯的，家里没人能管了他。我看到部队有没有人能管了他？小家伙，他打小就没吃过苦，你让他到部队去训练，我就害怕呀，他中途再别给我再回来，丢人。那不可能的事儿，家荣在逃，干啥事儿心里有点数。妈呀，他心放不下，他逃。婶儿，哎，回来了，咋了？家荣，这咋了？咋了？ 妈在这儿，哎呀，家荣，可醒了啊！
开过妈，妈这舍不得，也不放心呢。到了部队，千万别打架，别惹是生非，让妈操心。你这一旦出去啊，就不是你自己了，你代表的是沂水村，你可不能给咱们村丢脸呐。佳柔，妈，你快睡吧。哎呀，你先去睡吧。万一佳蓉一会儿醒来，想跟我说说心里话，我睡了那咋行呢？那你也不能一直在这坐着呀。没啥，你快去睡吧。坐着先吃呗。妈，早饭弄好了，我去把佳蓉叫起来吧。别叫，叫她再多睡一会儿。嫂子，参军入伍是有时间的，别误了事儿。晚不了。睡一会儿。
来了。你看看这都几点了，你为什么不叫我呀？你为什么不叫我呀，妈？我要赶不上队伍，那怎么办？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，你早上叫我一下，你为什么不叫我？夏蓉，我都等我这么等了几天了，我来不及了，妈，来不及。夏蓉，别急啊，夏蓉，没事，来得及啊，别急。啥问你？夏蓉，嫂子，你也慢点，别急，别急。夏蓉，妈，来，我真的要赶不上。听我，把鸡蛋吃了。妈，我不吃鸡蛋，我不吃鸡蛋，我不吃。妈，给你拿着啊。不吃。夏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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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站住！干啥去你啊？过来。干啥去你啊！妈，整整等你一晚上，你不知道，给你做好早饭，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啊！你有没点良心你？你个混小子，啊！这要走了，你跟你妈都不告个别啊！Thank you.
爷。你是？你不认得我了？不敢认。我是孟世成。世成？对。哎呦，是你小子呀！爷。哎呀呀呀呀！这叫出息了啊！支书，支书，您咋在这儿呢？那大伙都等着您呢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先给你介绍，知道他是谁吗？谁？世成，孟世成，守夜叔。啊，吹喇叭那国庆他儿子吗？是是是，对对。哎呀，这现在这混的可以啊！啊，这你咋回来了？我来看看我师娘。啊，哎，那正好，你要看你师娘是吧？今天啊，咱们全村啊选村主任，你师娘也在那儿呢，咱一块儿去吧。哎，好，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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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支书，啊，这还得靠。站长，我进去了。老领导来了。别的，我是当村长这家领导。老领导来了。说啥呢？书记来了。支书来了。支书来了。爸。爸，对。哎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师娘。世成。哎呀。师娘。看你，有几年没见着你了。我这不回来看你了吗？哎，世成，叔，师长，哎呀，长这么大，哎，佳玉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哎呀，那个你世成哥，哎，我记得记得，好多年都不回来了哈。是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过来看看你。世成，今儿咱们村选村主任，你先回屋，我回屋等着。我在这看看，看看。这孩子怎么一回来就捣乱呢？找地方坐，马上开会了。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这位同志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。这我从小看长大的，我怎么说话？不是，是是是，坐坐坐坐坐。师兄，你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会儿。那个，大家伙，静一静啊，咱们马上开会。下面有请咱们支书讲话。好。啊。怎么就来这么点人呢？支书啊，那个好多人不是出去打工了吗？在家里能来的这都来了。那不是都给通知吗？让他们都回来吗？那个选村主任这么严肃的事情，就这么点人怎么选？没有支书，都回来也不太现实。但在外面那些人都通过信的方式给传回来了，我都交给牛旺了。对，爸，都已经寄给我了。啊，就是我们那口子也上线了，说意见跟我一样，都已经统一好了。那行吧，那咱们就开始啊。这个咱们初选的候选人呢是三个。这个杨世宏、王守业，还有牛旺，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啊。清楚了，三选一选一呗。对，好，那咱们就正式选了啊。这个咱选之前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同志是咱们镇上派来监督咱们这次选举的。哦。牛旺，开始吧，开始。现在咱们开始啊。第一个是王守业，啊，哎，能为广大村民服务，是我守业的梦想。为了大家的利益，守业我可以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所以这次选举啊，我就当仁不让了啊，我投我自己一票。还是选自己的，还能选自己啊？谁可以？安静，安静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来，王守业一票。飞虎，我选牛旺。牛旺一票。杨世宏，哎，我选守业。守业开过砖厂，大伙在人家那儿都挣过钱。再说呀，守业以前有当干部的经验。我选守业，王守业一票。马彦秋，我选杨世宏，杨世宏能带咱们大家挣钱。杨世宏一票。廖大顺，要选啊，一定要选个进过城的，能赚大钱的。你就说选谁？我选你啊。
你是谁吗？说名字吗？你说你是谁？牛王一票。哎，说，我能选不？你能选，你别着急嘛，没到你的嘛。那个长腿，我嫂子。又来，你嫂子是谁啊？我嫂子你不知道？你们得说名字嘛。杨世宏一票。丁香。哎，我肯定选杨世宏啊。杨世宏一票。到你了，佳韵。啊，我选我妈。你妈是谁？叔，你不知道我妈是谁啊？你们说名字吗？你们这是，哎呀，杨世宏一票。那个三角驴，我到，我选牛王，牛王一票。二赖子，哎，我选你，牛王哥。牛王一票。门姐，世宏，好，世宏一票。丁姐。我们两口子都选杨世宏。好，杨世宏。那个王守业媳妇儿，我这一票呀，那投给杨世宏呗。杨世宏，我选牛王。好，牛王。我选牛王。好，坐，选牛王一票，杨世宏一票，牛王一票。我也选牛王。好，牛旺。韩金阳，那个根据咱们的现场投票，都有统计出来了啊，王守业两票。牛旺25票，杨世宏25票。啊！呀爸，这两个25票咋弄？这有什么咋弄的？我这儿不是还有一票呢吗？来，把粉笔给我。26票。好。我宣布一下啊，咱们村这次选举公平公正、合理有效。咱们沂水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是杨世宏。好。那守业你要干嘛？你要说两句啊？天妒英才呀！哎，不是，没选完呢，你干嘛去？天妒英才呀！哈哈哈哈哈！世宏，来过来上来讲两句。来，欢迎，来，欢迎，来，世宏，上这儿。来，来，坐，你坐，来，坐，好，坐，好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到大伙儿选我当村主任。我没当过干部，我更不知道村主任应该咋当。但是我知道，咱农村妇女得会持家。那既然大伙儿叫我当这个村主任，我就把咱们村啊当成一个大家，我努力的把咱这个大家给管好。好。
成，哎，快快坐，哎，来喝茶，来来来，是是。喝茶。师娘，哎，咱这院子可没咋变化呀？没变。这前几年想盖新房来着，后来也没盖，就这么修修补补的先住着吧。哦，我爸让我给您带好。你爸咋样啊？啊，身体好着呢。这到县里去住了，也不咋回来了，我们都想他了。我得恭喜您，恭喜您当了村主任。有啥好恭喜的呀？这村里人信任咱，以后咱就多为大家操点心就是了，跑跑颠颠的，勤快点。哎，世成，你现在干啥呢？哦，我这么多年呀，也在外边，这不是刚调回来吗？嗯，在咱们县里边，县政府。县政府，哪个部门？干啥呢？跟您一样，为老百姓服务的。哎呀，那好，那好，那好！你看，这世成啊，是越来越出息了。师娘，我想回那个小学校去看看。哦，咱那小学在还在，就是现在下头啊盖了一个新学校，咱的学校好几年都不用了，废弃了。我想去看看。行，哎，佳韵。你陪世成去看看啊，行，那我先去，早点回来，我给你做饭呢。哎，世成哥，我带你去到处转转，到后头那河边也都看看啊。好嘞，放心了。现在孩子们都去山下的学校去上学了。王市长，这段路你得靠自己跑了，快！你笑啥？这个墙还有那个房，我都上过。那个时候王老师一见到我就说：“孟日成，你怎么跟个猴似的，不是在墙上就是在房上。”你小时候那么淘啊？是啊，是够淘的。佳韵，你看看咱们这个村儿，几十年如一日。我现在就算闭着眼睛，还能走到每家每户。咱这山沟里哪能跟城里比，变化那么快？说实话，我没去上大学，留在村里，也是想干。叔，这一下子让我当村主任，我这心里慌慌慌的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干。您得帮帮我，给我支支招。说起来惭愧哟，你看我吧，在咱们村当这个支书，也当了几十年了，
你说这个力气我也出了，脑子我也动了，可咱们这个村咋就扶不起来呢？没产业，就是没产业。你看有的村儿，什么生产打火机的、弄苹果的，全出口了，全致富了，可咱呢？咱没产业嘛，那所有人就知道种地，这哪能成嘛？你说这话我不爱听。咱祖祖辈辈就是农民，你农民不种地，你干啥去？不是爸，我不是这意思，就是你种地可以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种地能种出黄金来吗？你得因地制宜才行嘛。所以说没产业，致不了富。世红啊，哎，你给咱琢磨琢磨，咱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？叔，不瞒你说，这几天我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的问题一遍一遍的想，我觉得除了牛旺刚才说的咱没有产业以外吧，还有个问题。你说这些年咱们村好些人都出去打工了，一年能回来一半次就算不错了，都各忙各的，谁也顾不上谁，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人心散了，就像五牛拉车一样，你五个牛五个方向，那能走到一块儿去吗？那一家子过日子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吗？是吧叔？人心齐泰山移。世红啊，你就大胆的干。牛啊，你帮衬着啊，我相信我的眼力错不了，就即便出了啥事儿，我还没走呢，我给你们撑腰。哎，杨主任出门啊？哎，我守夜呀，这么多梦想，这么多想法，全都到此为止。没选我的村民，你们悲哀呀！你们悲哀呀！你们真是悲哀呀！悲哀。咋了？挨啥呢？呀，杨主任到访，有何贵干呢？呀，别叫我主任，叫我世红。这可不行，既然已经上任，咱们就得念官程。杨主任，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要烧我守夜呀？你说啥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那你不烧我？你到我这里来，这是有何贵干呢？我就不能来你家呀？我就不能找你聊聊啊？少爷，我想了想，虽说我被选上了村主任，可是靠我一个人不行，得大家一块儿努力。可别这么说，可不能这么说呀！这地球啊，缺了谁都能转，这村里的事儿，多我一个不多。少我一个不少吗？你看看，看你说这话阴不阴阳不阳的，你以前不这样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咱们村啊，我当主任，你当主任，牛旺当主任，都一样，我心里还不明白吗？牛旺要是不投我那一票的话，我能当上主任呢？行了，咱先不说这个啊。少爷，虽说我现在当了主任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你还有牛旺，在咱们村人的心里那是不能低估的。特别是你，你以前是咱们村的质保主任，又是队里的会计，后来开了砖厂，你是咱们村一等一的能人呢。那要说别人心里没大伙，那我信；要说你心里没大伙，打死我都不信。可大伙心里没这么想啊，没有人这么想啊。我不管大伙怎么想，我心里是这么想的。
所以守夜，我来就是想跟你说呀，虽然我是主任，可是我希望你能来帮帮我。守夜，咱们村穷了这么多年了，祖祖辈辈在苦日子里熬出来的，可我当村主任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带着大伙呢往前奔啊，能奔出个好日子来。你这人呢，聪明，有想法，你又开过砖厂，见过世面，你要是能助我一臂之力的话，咱们全村人的心拧成一股绳，我就不相信那好日子来不了。少爷，咱们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能不管咱们村啊。当然，你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，你不想帮我，你就愿意眼睁睁着看着大伙过这苦日子，那我杨世红没得说，啊，我不强求你。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心真意的吗？当然，都是我掏心窝子的话。女中豪杰，我王守业跟你干。乡亲们，我是杨世红。大伙儿选我当村主任，是想让我把大伙儿呢带得更好，过得更好。今天咱们主要谈一下以后咱们村怎么往前走的问题。怎么往前走的问题？给谁织毛衣了？织了干啥？现在没有织了。兄弟，看那么羊毛衫儿，羊毛衫不暖和，这羊毛衫还是暖和。这是啥一样的？村民同志请注意了，村民同志请注意了。我是杨世红，我是杨世红。咱们村啊，想在上午10点钟的时候啊，开一个全村大会，希望大家到时候呢都能到村委会来啊，希望大家都能来。如果有手边忙不完的活，咱就先放一下啊，先把这个会开了啊。家里有娃的，那娃要是小的话也带到会场上来没问题啊。那咱们就定了啊，上午10点钟我在村委会等大家开会。开会呢？我在村委会等大家开会。咋世红一上任就心急火燎的？这是想干啥呀？这是，这不都说了吗？开会你没听见呀？当时选村主任的时候，你们可都是投了票的啊！现在咱们不能自己拆自己的台吧？哎呀，你再别说世红了，他连自己家里那些事都忙活不过来呢，他还带领大家致富，那不把大家带到沟里去了吗？反正在这儿啊，也都没事儿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一块儿看看去？你们谁要去谁去，我是不去，你们愿意去你们去。
那我去，我去溜达溜达。走吧，冯姐，那你咱去看看去。这有时间就去，没时间就干活嘛。